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因为我们的甜心假面快要出来了，甜美假面哦。那么现在老爹准备了三张的这个生命征服卡哦，我可以来处理啦。上次我们洗到一张超强征服卡，大家说还是要洗到一张三生命的、哦、来，我最好的三张来，第一张三速度加成，这张要给甜心的、哦、那么第二张就是小狗狗，这张相当的完美。那么第三张，这张未来是要给这个杰洛斯的、哦、好嘞。刚好我们现在有27个锁头，可以洗24次哦，可以洗四次。好嘞，神秘商店，我买，我再买，超商，礼包区，我买买买。不买不玩，这些啊，这不要啊！你以为我什么都买哦？没问题，好嘞，各位观众。我好紧张啊！当年的三生命征服卡被我洗掉了，再重归一次老爹的怀抱吧。好嘞，没错吧？我没按错吧？再一条生命加成，生命加成，生命加成。攻击力靠腰，生命加成，怎么又是攻击力啦？我们再来，生命力，生命加成，生命的加成啊，加成啊，加减乘除的加成，怎么老是来攻击力啦？你来乱的。生命加成啊！哎，拜托你啦，给我生命加成啊！生命，生命，不要攻击力啊！天哪，最后一次机会啦！反正我每次都最后一次海底捞月哦，来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啊，官方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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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条，再一条生命加成，再一条生命加成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啦，好不好，小宝贝，生命加成，小宝贝。生命加成，讨厌啊！好了，等下礼拜锁头重置再来弄啊！我已经尽力了，各位观众啊！好嘞，相信各位都知道哦，老爹的竞技场哦，之前都改放那个红纹女哦。来，我后来发现哦，还是放春卷比较强哦。我真的也不知道为啥哦。好，没问题，直接挑战我们第一名的炮轰大佬。红纹你真的不行啊，反而春卷比较好用哦。证明给你们看，好嘞，对面的杰洛斯。4300万，还老爹的大眼睛，480万，
欸，他杰诺斯第一炮欸。好，老爹小狗狗1200万，没问题。杰诺斯一炮4800万啊。春卷造成四支立场，花红大佬这个改造好像不强欸，他移速的杰诺斯好像不强欸，而且有点烂欸，靠腰。我六只都在啊，炮轰啊！他的杰诺斯 GG 啦，直接站起来，然后就 GG 啦，靠腰，搞毛啊！这样完全不行啊，改回来啊，炮轰啊！我 perfect 耶，我不会 perfect 吧？我不会 perfect 炮轰大佬吧？先 per 了再飞哦。好，看看能不能 perfect 他。撑住啊！有机会，有机会可以 perfect 哦 ，perfect 我们的炮轰哦。啊，靠腰！哎呀，没机会啦，没有机会 perfect 啦。讨厌啊！奥队，现在来到乌达森，杰诺斯一炮结束比赛吧！轻轻松松，真的是轻轻松松。哎，不行啊，炮轰啊！你这样真的不行啊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奥队，难道是我这个阵容太强吗？挑战第三名的。Big King， 大王，我也不知道胜负哦，因为我已经打到第一名了。好来，炮轰那个独角仙真的超烦的，啊不对，大王啦，对嘛，还是大眼睛移速比较稳啊，你刚刚那个杰诺斯移速不行啊。好，杰诺斯一炮。3000万，我们继续。春卷春了4个，对面的小狗1120万，没问题。杰诺斯一套4700万，哎呦，哎，我的豪杰直接被炸掉了。老爹春卷春了3个。撑住啊，春卷！靠腰！我靠，你个东西头！哎，我打不赢大王哎！哎，这个大王变很强哎！反而我看不懂那个炮轰在干嘛哎！好，再来啊！我应该要春卷在前面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再试一次哦，我们再看看他的杰诺斯有没有办法把我一炮带走哦。好，没问题。他直接一炮把我的杰诺斯带走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哎，把我的豪杰带走啊，太狂了。他的杰诺斯，他的杰诺斯开不出大招啦！他的杰诺斯直接被我的立场弄下去嘞，这样才对吧？刚刚那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再验证一次哦，这一把是赢定了，这一把可能 perfect 哦。可是刚刚的杰诺斯是怎么样？一炮把我的杰诺斯带走哎、欸欸，把我的豪杰带走哎、欸，超夸张的、欸。好，这次没带走了，这次没带走了，这样才正常嘛。不然刚刚那个一炮直接带走，
吃了。带走豪杰是什么概念啊？太夸张了。好，现在来到五打三了。老爹小狗298万，没问题。杰洛斯一炮，1400万，纯拳，大力一点，没问题。他的独角仙快要GG了。哎，为什么他的杰洛斯那么痛啊？超痛的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好久没有打别人哦，每次都在打这两个，我们打打看别人哦。我们挑战第二名的逆产亨利，看看老爹打别人哦 ，O 不 OK 哦？不要永远只打那两个最强的、啊，我们挑战一般高手试试看哦。好，杰洛斯一炮，3100万。哎，靠腰，他的大眼睛直接不见了。好，逆产的杰洛斯，哎，还是蛮强的、啊。我的春卷 is day 啦，果然我们的地产的杰洛斯变度还是那么强哎。好，没问题。先来到五打三的局面，五打四，老爹小狗1200万，糟糕，能够一炮带走老爹豪杰的，大概也只有大王啦。那真的是太夸张哎，我到现在还是忘不了哎。像噩梦般的存在。好，对战小狗狗510万，应该还是我赢吧？我不会打输地产吧？不过地产也都常常第二名哦，他也是蛮强的，他也常常打赢这个大王，还有那个。炮轰大佬、哦，好，没问题，应该是赢了，带走他的杰洛斯啊，靠腰，三个打两个，靠腰，带走他的杰洛斯啊，除非你能像大王一样。直接带走我的豪杰，好，果然险胜啊！那么今天这么一片讲这边，我们下部一片见，大家拜拜。